看什么？我，哇，你好 Q 啊，王一博，你是 Hip Hop， 厉不厉害？你看你都不会吹。啊！打到你了吗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你这打我一脸，对不起啊。这个主播合不合格？王主播，必须合格。王主播，必须合格。但是王主播，你应该主播玩游戏。好啊，当然好啊。我下次我就想，应该主播玩游戏，你一边玩你一边玩游戏，然后一边给人介绍。嗯，是不是？然后一边你教我玩游戏，怎么样？是不是？是的，老王，隔壁家老王。他们说带他们玩王者，比王者好吗？我王者还行，因为我以前玩英雄联盟玩的多。对，我下次你跟李文翰打谁厉害？他比我厉害，因为他一直在玩嘛。他好专业，感觉。对，他现在他都已经39，才20多级。他除了吃饭睡觉就是玩王者。我王者，我才白金，因为我这个戏进去之后我才开始玩，然后就跟那些演员们一起玩，因为我玩英雄联盟玩的多，然后我知道怎么玩。在吃鸡吗？吃啊。电脑还是手机？电脑手机都玩，因为最近就是电脑玩的时间比较少，然后就是在电脑就是玩手机玩的多一些。我昨天没什么状态不好。哎，飞车，飞车也不错，飞车我最近也玩。QQ 飞车，手机啊，出手机了。下次真的可以和就是直播一下游戏，挺好的。好了，已经到点了，直播要下播了。欢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。哎，这时间过得真快呀、啊。对啊，这一个小时就这么过去了。对啊。哎。我们尬聊了一个小时，很可惜，非常可惜。对，但是今天是小年夜，对大家小年夜快乐，然后大家和家人过得开心，然后吃麻麻香，然后狗年祝大家旺旺旺。我不错哦，现在口播不错哦，果然现在天天的 MC 哦，口播都厉害了哦，王一博。王一博又控制不住自己了。哦，音乐要没了，音乐要没了，再见！哎呀，挂了，没了。五、四、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，卡吉玛。好了，你看，是不是要说再见的时候了？欢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。大家还有什么问题要问吗？他说卡吉玛。晚安。哎，下次真的，嗯，下次一博带你玩游戏，下次直播玩游戏还是发舞蹈视频，舞蹈视频扣一，直播玩游戏扣二，扣一扣二，那你是不是应该还教人家跳舞？二是舞蹈视频是吧？好，那下次就发舞蹈视频，好吧？喂，一是啥来着？一是玩游戏吗？哎，一是舞蹈视频吗？还一、啊、你自己说完你自己都忘了。下次看灵感吧，好不好？下次看心情，看灵感。王一博很任性，所以看灵感。下次看灵感。王一博很任性，好，所以看心情。也不早了，大家就早点睡吧，已经11点了。是的，然后我也准备洗洗睡了，明天要回剧组了，然后我按时吃药，然后好，拜拜。你个拜，说拜拜还那么给大家拜拜挂了哦，下次我还来探王一博的班啊，不一定喽，拜拜。刚好我们在长沙，我来探你班还不一定了。对。
好，晚安，晚安，好，我记得吃药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怎么挂？按哪个键？插那个插件就可以挂。好，真的拜喽，再见。拜拜。哇，还给我来个蹦，干嘛？吓我一跳。拜拜，晚安。400万粉丝福利哟，这是。